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期望，又搞砸了。怎么了？赖正玲找了任青言做总冠名，被我给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任青言贼心不改，他还要趁机加戏，我当然不能同意了。对不起，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？不，做得很好。 你身为制片人，还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来看看这个，这是林氏集团早就有和咱们合作的意向了。这么好，那你还让我们拉什么投资啊？赖正玲不知天高地厚，总得让他吃点苦头。 真有你的，还是你英明，击个掌。赖总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去。